他这个线回家他很亏的，据说 W A， 再 A Q 点火 ，Q 中的一瞬间点火，你不能直接点火，不然的话可能就把他闪现直接吓出来了。你要给他一种死不了的感觉，当他发现不对劲的时候已经晚了。走位，抽个药，再走 ，A E Q， 一个 Q 换掉。不亏，怎么没一下子死个丢技能？一 Q 往前追 ，A 我也斜的，再 A， 再 A， 这 Q 不交就 A 他 ，A 再 A 我 OS， 闪现交 W 就这 A 就好，我这波巨死，凑一下，往后跳，他这个 Q 没一下的，真的挺怪的。但杰的技能又有影响，只有他一个人的技能听不到。哇，有点狂啊你！你不能这样玩啊！这样玩我要杀你的。哇，没有闪，不然我这波还有机会走。一小兵一个 Q， 再 A 一下，整个 W， 再一个 WQ， 再回头补炮车。这波准备越塔，注意我的细节 ，Q 起手 ，Q W E Q 带走，点火都浪费了，他已经不敢吃线了，往前逼，不让他吃冰就好，不用强行杀他，就这个位置卡着他，他一个冰经验吃不到，你怎么办 ？E Q W 一个 Q， 哎呦不少了，这波失误了，跳走吧，算了。这果子一吃，他没一点脾气。一个 EQ WQ， 600块。OK， 这个位置的话，从这里过来吧，直接出来，一手没有快的，一个 E 直接带走，700块。回中，三打三的话可以打，看一眼鳄鱼。一个 ER，QWQ 先把先锋捡了，再把死哥秒了，直接转中，那边不用管，放先锋推中，躲一下 Q，QW 拉扯 ，A 一下，一个 ER 推墙上，再一个 WQ 拉扯，没碰到我一下，他这波敢来的话就是一个 EQWQA。带走，不需要 A， 不跟你讲任何道理，干嘛去了？解释，怎么来这么慢啊？哎呦，先走，这么谨慎吗？多 W， 一个 EQ 点火，压力很大，不急，他已经是必死了，先补刀，哎，不急。一出 WQ， 直接带走，摸不到我一下的兄弟。这波他不可能能想到，一个 ER A 一下，出 WQ。他上一波能防范得到，这一波不可能能防范得到的兄弟。这个位置的话，破级，一个 R 闪 ，A 一 Q， 再一个 WQ。第二个大招好了，准备来秒杰斯。算了，推下路，没必要去硬追他。Q W 过来，再 Q， 再 W A 一下，一个大招 A A Q W A A 一 Q 往上拉，点燃烫死了，这个不用管，往上走。十秒下个大招，要再追我，你们想清楚。这边不知道有没有眼，有点像有眼，这个位置看一下。Q W E Q 再秒一个，一个大招，再一个 W Q A， 杀完吧，我这波有点不好走了。我默认差一点 C D， 接着下步，不急，等待一下。
你们要不要开这个人？都 W， 就他前面的，我讨厌做威慑，对面后面人不敢上的，先上泰坦。不急，拉走。个 W， 一压 A 一下 ，A Q W Q 点火，全部带走。敢当着我面开大，我这波藏得很好，他不知道我在这。一个 ER A 一下 ，Q W Q， 还搁这看。一个 Q W 往前冲，接他位置，他有秒表的，不急。一个 Q W Q， 拉扯。一个 EQ， 哎，我这能杀我两个队友啊？哎，你不会也死了吧 ？Q W 过来。A E Q 打一套，往上拉隐身，再 Q W A E Q 打不到我的兄弟 ，W Q A， 哈哈，三次大招到死都没打出来，难不难受？隐身卡他大招，他打不出来，一个 W E R 往后走，直接带走 ，Q 一下，一个 W Q， 这波得往上拉，一个 W Q， 这位置 Q W 过来。一个 Q 减速，再一个 WQ 慢慢拉，他跑不了的。一个 WEQ 往这边跳过来 ，Q 一下草里没人，往前钻，然后草原树。一个 QW 有想法，死哥在这里 ，QW 过来，一个 ERAQ 带走，还想试图 Q 我两下是吧？正愁找不到你。怎么说？要直接锁我，锁我的一瞬间 Q 控制抵消，往后拉 ，A 他，再 A 他，一个大招，一个 W E Q， 完了，哎呦，我想闪现 E Q 把他换了呢，先把死哥秒了。先拉走。哎，我有15，死不了，锁住，拉出来，快走，我得拉扯一下，这里应该没眼吧？偷偷摸摸打个红，没人发现吧？哎呦，算你跑得快，兄弟，差点你就被我秒了。哎，我这个血量很危险，哎，完了。哎呦，这炮没躲掉，我靠！拉扯一下，小心！他都被挡了，只能这样冲啊！这位置这样冲很蠢的，什么？流量上呀，兄弟，拉扯一下，等一下我大招坏了，原来是把真要背翻。把我拦死了，杀这个，杀这个，直接落单了，往那边跑了。
杰 CD 也起来了，不好追。大龙吧，大龙吧，不断冲啊，兄弟，拉扯起来。你推你推，我去找他，你去一波，兄弟。一波一波。OK， 下一把。